想不到，石门洞现在守卫这么森严。小石头，分头行动。 继续追，当然要追。我们至少要拿住一个，不能让武士兰看清咱们。报告少佐，发现一支箭。他们这是要报信。不好，快开山！ 要想活命的话，你还得听我的。弟兄们，我们走。 嗯，你交代的事儿我都办好了。我知道，我都看到了，干得好。你说咱的人真的在小鬼子那儿吗？这山上没什么异常，没看到黑子，也没看到妖三儿。如果他们在的话，肯定会来这儿跟我会合的。怎么样？熟悉，但又陌生。刚刚我算是把石门洞里里外外全都看了个通透。 那咱杀回去，杀得个痛快。没那么简单。这上山下山的路全都给封死了，而且比石门洞这边还要严峻。
我想我们应该是找错地方了。鬼子最要紧的地方我们还没有找到。这都是咱的地界，要找个人还不简单吗？我是担心我们这一次可能会打草惊蛇。板垣右一还有武士兰那两个家伙一定还在琢磨着什么计划呢。那咱回去再商量。行。小石头，不然你先回去吧，我有点事儿。行，你小心啊，别忘了晚上宵禁。嗯，我知道。啊。哎，兄弟，一路走好。来人，我的兄弟死了，把他抬走。那个关押黑子的房间也空了。混蛋，绝不能让黑子给我跑掉。留下来把护好武士兰中走。嘿，其他人给我追。追。哎呀他娘的，没想到老子还能活着逃出来。我以为死在里边了呢，敌人让我活着回来，就饶不了这帮小鬼子。哼，三爷，嗯，谢了。哼，你谢个啥呀？谁让你小子跟我有缘呢？我可想好了啊，等这次这一劫过了以后，我得跟你结拜为兄弟，以后你得改口叫三哥。好啊，咱们俩这是不打不相识啊。三哥，当初打鬼子后悔了吗？哼，我后老悔了，要不是你们这帮猎户啊，我还在青龙寨好好的当我的大当家的呢。哎，孩子，你没跟顺子他们走，你后悔吗？我的命就是青龙山的，要死我也死在山上。有鬼子，孩子，你快走。这个王八蛋和他主子的账，我今天得跟他算一算了。三哥，要做一走，要死一起死。别他娘的废话了，记得明年给哥哥烧点纸钱，快给我走。
真的小瞧你了，带走，走，家伙还没有死，你们两个沿着血迹继续往前追，已经发现格杀乌了。嘿，你们两个跟我来。嗨嗨，而且，我顺子哥没有找到翠兰姐。哦，那顾白，我刚才跟你说，我你看你顺子哥紧张都结巴了。你放心吧，翠兰姐不会有事的。哦，好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顺子哥，不好了，我们发现日军正朝这边过来。顺子哥，这边也有小鬼子。人数多少？不清楚。那大牛哥怎么办？放心，大牛知道该怎么应付。鬼子怎么会这么快就追上我们？看来他们查车马店，就是为逼咱们上山，很有这个可能。待会儿隐蔽，走。
刚才是谁打的护哨？是黑子。黑子？你确定吗？我不可能听错，是黑子。顺大哥，我找到翠兰留的记号了。翠兰姐，翠兰姐，大娘，你们都回来了。对不起，我回来晚了。别犯火。我就知道，你一定会活着等我们回来。哪儿那么容易？青龙山丢了，丢了没关系，咱们兄弟再联手把他给夺回来。大牛，如果这场仗要是打赢了之后，你想不想去根据地看看？你想让顺子哥去是吧？他要去的话，我也去。顺子哥，顺子哥的，你就这么爱跟他腻在一块吗？看着我头上这疤了吗？顺子小的时候救过我的命。可是你有没有想过啊，大牛，顺子早晚也要成家立业，也要找老婆生孩子。到时候你不能跟他混在一起，怎么办呢？那我也找一个呗，都是兄弟嘛，要成亲就一块儿成。好，等打赢仗了，我给你物色一个。说话算数啊。好。妈不说话了，又想娶媳妇了？咱们的仗还没打赢呢。哎，想想不行啊。孔妹，嗯，青龙山上有很多狼，你知道吗？我自打上了青龙山之后，就再也没有见过。是，青龙山上的狼不吃人，现在山上的狼是吃人的。别往后看，往这边走。被鬼子给盯上了，估计是刚才勘察工事的时候被他们发现了。那我们要赶快撤退。狼很多，想从狼群里边跑出去没那么容易。哎，干嘛？想招来更多的狼啊？你不是说了吗，以大局为重，现在最重要的就是你回去告诉顺子哥这儿发生的事儿。别想了，我是猎人，专门打狼的。哎，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啊。
没地方跑了吧？别找了，人已经走了。现在这儿只有我和我的这个老朋友。好，那我就成全你。上刺刀。现在是我的猎物。
中国人都和他一样，那么这场战争我们是不可能打赢的。狮子哥，你们来了。孔梅姐，这么快你就回来了？我的媳妇儿，你帮我物色好了？你可别忘了你答应我的事儿。你帮我物色的媳妇儿，要是跟你一样就好了，跟翠兰一样也行。孩子，我先走了。以后青龙山上的事儿，你多和顺子哥商量商量。当兄弟的，就想跟你说一句话，你一定得听我的。什么事儿，别一个人去干。翠兰儿，别哭了。以后啊，我再也不用受你的气了。你这种脾气得改改，要不然就真嫁不出去了。小石头，你又长高了，以后大牛哥就不能再陪你打猎了。射箭的功夫就多跟你黑子哥学学，用猎刀的功夫就多跟你顺子哥学学。你要是不听话，我还揍你。我不为家，
同志们，目前情况不是太妙。这里和我几个月前的情况相比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。刚才我看到还有很多鬼子兵前来增援。难道是专门针对我们的？不好说。在我没有找到孔梅了解情况之前，咱们还不能做任何的确定。那接下来我们如何部署？今天要不要上山？同志们，山上的情况尚不明确，咱们作为特别行动队，万不能以身冒险，贸然行动。这次任务的保密级别之高，大家心里也都明白，这是个抢时间、攻坚拔寨的任务。组织上没有做到万不得已的后手准备，所以，如果我们不能拔掉鬼子的要塞，那么将不得不面对鬼子以此为据点，分割抗日力量前后方的窘境，那我们就成了国家检测上的罪人，八路军战士上的耻辱。连长，你下命令吧。对啊，下命令吧，下命令吧，下命令吧。好，接下来我会先带几个同志上山，剩下的跟着你接应其他陆续抵达的同志。等队伍集合完毕以后，你们再寻找机会上山。是。江排长，你要见机行事。一旦队伍集结完毕，如果我没有前来接应你们，那就有可能发生了意外。接下来，你知道该怎么做。是。这是什么？这是我凭记忆画出来的，可以作为你们隐蔽的方位图。同志们，丛林作战情况瞬息万变，小鬼子随时会隐蔽武装来突袭你们，千万不可麻痹大意。咱们山上见。一排，跟我走。是。快点，别偷懒，快，快点，快点，快点，别偷懒，快点，快点，快活，蹲下，蹲下，追，别动！谁开的枪？报告少佐，山坡上发现一个人正在观察我们的攻势。马上通知伏击人员，报告位置，包抄他们，其他人给我追！嘿。这是猎人干的，有调不用枪，不是他们还能有谁？那你刚才提到了被挖去的树皮，是跟矿场的苦力有关吗？不会，这是我们之前一直没有注意到的。这些东西是在他们传统中遗留下来的，只有他们才知道。至于这个东西传递着什么秘密，我并不知道，但是绝对跟苦力无关。看来他们还是想救这帮苦力。那就随了他们的愿。从明天开始，这里不会再有什么苦力了，统统都是马路的，他们也该尝尝当做原木被切割的滋味。
想必你就是姚三吧？也正是。你们呢？只图一时的口舌之快，揽来了虚名，却招来了灾祸。想想那个青龙山的老猎王，跟皇军作对，会是什么样的下场？到了这个时候了，难道你还想劝降我吗？不，我非常尊重你的气节，也敬佩你兄弟们的勇气。不过我一直知道，作为一个军人，所有的荣耀和崇光是来自于战场，也来自于敌人。你们在这里也有些日子了，今天我决定放你们走。不过就这样把你们放走的话，倒是犹如你们一世的英名。勇士的荣光是需要公平得来的。这样，你们两个人为一组，跟我们大日本皇军的勇士较量，得胜平手都算你们赢，我就放你们走。反之，别说我没给你们机会。此话当真？赤手相搏，不用任何武器。三爷，三爷，天天吃不饱没劲儿，怎么打？这是咱们唯一的机会，跟小鬼子拼了！三爷，咱跟他们拼了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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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，我就跟你过过招。我再给你们一次机会，顺着这条山路往上跑，只要跑出我的视线，我就放你们走。三爷，走吧，走吧，三爷，走吧，走。开枪。把他留给田中吧。
右，钓那条大的鱼。过去看看。顺子他们呢？就我一个人。什么？你一个人来救我？我一个人就够了。你这不是来送死吗？你，我欠你的命，我自己还。我救你是为了让你好好活着。你快走。要走，两个一起走。我这次来就是为了把你活着带出去。我现在腿伤得这么重，我怎么走啊？再说了，敌人在暗处，咱们在明处，怎么走啊？那好，我就把它变成明处。看这枪法，这肯定是板垣右一手底下那个枪法最准的田中，错不了。咱俩只要一露头，那就是个死。我管他什么田中，挡住我的道，我就把他劈开。黑子，黑子，最后听哥哥一句话，好好活着。跑掉的土匪姚三，可是我们手里最后的诱饵，必须要物尽其用。我们最终的目标，还是山林里的这些猎人。只是可惜啊，猎人有弯弓，
战胜了田中少佐的狙击步枪。报告，报告，发现猎人行踪。集合部队，马上出发。你们先走，我来断后。好，好，走走走。在这里监视他们。殉葬者的，没想到几辈子的人都没有杀他，可是今天我却有杀他。没想到我把猎人传给后生之后，可今天我却用他来，孩子，今天我亲自送你，我你一路走好，以后请庐山会记得你，我们要给你一辈子，让青龙山的后人永远记住。周佐，
们的计划被破坏了。肯定是猎人干的。分兵，回铁带一个队走那边。嘿，敌分队走。嘿，藤原，以后只要碰到不可识别的路口，即刻分兵。为什么不干掉他们？我们现在执行的只是侦察任务，不能贸然行动。在我们没弄清楚之前，我们不能把位置暴露给他们。时间了，鬼子的大部队马上就要到了。是吗？还有大部队？放心，已经被我引到了滑坡了。我估计顺子他们已经到兵器库了。好，走。老六王，你们醒醒！醒醒！快醒醒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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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什么方位？什么洞方向？把他们包围起来，全部歼灭。走。有状况？有什么好？听这个枪声，是国邦他们的队伍到了。那国邦应该跟鬼子发生冲突了。老六王，国邦应该带着八路兄弟已经到了，我们过去帮他。小石头，先带老六王还有其他族人们到齐西地区。好，黑子、翠兰，带几个兄弟走。走，走，走。老六王，我们也走吧。好，走吧，走吧。好，跟上，跟上。鬼子好像在前面等着我们似的。是啊，鬼子确实来了不少人。打！看他们，不像是猎人，是八路军的正规部队。藤原，带个小分队，向前50米，右翼包抄。嘿，你们几个，跟我走。
队长，鬼子好像有行动。他们想从侧翼包抄我们，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。不要恋战，撤！兄弟们，撤！撤！走！追！追！快！快撤！是我，国邦，哎，你终于来了，国邦。喂，你们怎么就带这么点人啊？你不是说李国邦会带100多人过来的吗？黑子兄弟，我可是把我们侦察连100多号兄弟全带来了，他们现在正在山下集合队伍呢。我们这几个人就是先过来探探路，总要先找到你们呀。这还差不多，要不然就你们这几个，这来有什么用啊？国邦，你们怎么跟鬼子打起来了？啊，这一路上碰到了很多巡逻的鬼子，我们都是躲着走，结果还是被他们发现了，不得已，只得跟他们交上火了。能遇到你们，真的太好了。哎，大牛呢？大牛永远留在青龙山了。好了，先回我们的栖息地吧，兄弟们，走吧。好，就放这边。猎王，放那边啊。你们，国邦啊，国邦啊，我们回来了。你们八路军呐，这是讲信义的队伍。在那么困难的情况下还过来帮我们，抗日御敌是我们所有同胞共同的责任，义不容辞啊。而且我们也不单单只是帮你们夺回石门洞，鬼子在山上建立的要塞是一定要拔除的。哎呀，我们这些老朽啊，在兵器库里待了很长时间，也不知道日本鬼子把我们青龙山作践成什么样。听小石头说，这山上的鬼子都换了两茬了，那板垣右一、松井勘介都让我们给灭了。现在占领石门洞的是一个叫做武十兰的家伙。我们已经忍得很久了，该是把他们掀翻的时候了。猎王，我回来了，打点野味。哎呀，你们几个辛苦了。石头啊，你看看那边我还藏了2坛酒，这回大伙儿都聚齐了，咱们也可以吃一顿安生的饭了。